区区一个招摇撞骗的犯人，何至于劳烦崔指挥深夜打架呀？顾副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劳累了小半个月，前脚刚抓人几次，后脚你就来调人，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 这个人犯今晚我是一定要带走的，顾副使，你可别敬酒不吃罚酒啊！恭送旨到，请诸位接旨。圣旨，官家钦派天使贺寿，肖相公好大的面子。 正因昊天之眷命，瞧，那个就是萧相公，右边那个是老柯相公，萧相公的死对头。这回罢了相，出了京要做地方官了。萧青岩，领旨。臣萧青岩领旨，谢官家。